这就是传说已久神波阿庞斯。西医治疗不好的，连我的医生都讲，你去找阿庞斯。人的身体的结构永远是三角形。啊，对了，你跟我讲过，对，怎么弄都是三角。看这表情。啊，小生子。现在呢，我要去找内湖神奇的阿庞师。各位可以看，我现在走路已经腰直了。我本来腰是弯的。那我认识他二十几年，我第一次认识他是言行书带我来。大家知道言行书是篮球国手，我第一次五十肩没办法伸展，他给我一次就好。我后来真的就回来，从一周三次到现在一周两次，所以再看呢能进步到什么程度。反正谢谢阿庞师把我的身体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。现在我们来到阿庞师喽。对，这是我们柜台漂亮的阿姨。好啊，赞。对，还故意戴漂亮的帽子。哦，好水耶，你有十八岁吧？十八年。各位，这就是传说已久神波阿庞师。我们认识几年了？哇，我第一次认识他是言行书介绍我来，五十件嘛。啊，不然你换你乔杰利的演管拢收尾啦，拢你家啦。他变成是乔杰利的修护师，包括小乔的第二代，王仁甫的第二代，还是没事就要来找阿庞师。各位，你有什么状况？西医治疗不好的，连我的医生都讲，我做了核磁共振，做了什么东西都检查完了，他说做不出来耶，你去找阿庞师。刚好是理念有点相同，觉得蛮合理的。阿庞以西医来讲，根本不相信这个。还有我们那个小朋友现在在那个，那个是在黄义修，对，黄义修那边当实习医师。我最感谢是我本来腰直不了，你看我现在可以这么直，也是阿庞师。没有。因为刚好他现在这个症状，我刚好抓得到，而且我从一个礼拜一三五，现在进步到二，我用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 OK 了，有进步哦。因为刚好我这几天严重感冒，所以我可以放假就对了。我老人家欠安了。但是阿庞师呢，很希望呢，可以把他的经验传承下去。但是阿庞师又做的是有一点善事，他收费真的不高。所以呢，有心想学的人呢，也可以在以下留言。我也把阿庞师的联络方式告诉你。年轻人呢、啊，真的，如果想学这个技术呢、啊，就做这个很辛苦。反正医疗的东西对人是好事，但是帮助人家，对，是真的要有爱心的。好吧，一五左右啊。对啊，一到阿庞师这边，你看就要脱，我学生都被他看光了。方法抓的对就好了，推身体不重于推多久，那推得好。今天要怎么样？可以先趴着，趴着，而且这里要拉下来。对啊，你摸起来肌肉张力拢就好个啦，有进步。对啊，啊你今麦行路感觉够歪歪吗？走路正了，但是再差不多5到7分钟会麻。嘛是神经有对调个呀，所以要较早睏个啊。神经修复就是要睡眠而已啊，不是靠推身体啊，什么压迫什么，还是要靠睡眠，因为你都暗功叫的哦。这我今天开始要双管齐下。嗯，还好没有什么气节啊，说起来都是很好。好，你看这个有点塞塞的哦。嗯，这是肠胃哦，气泡饮料拎胸椎。你看身体摸起来就这一块特别相应。我还刚不是跟你讲一个结构，顺便讲给大家听，人的身体，你们看是什么形状？你觉得嘞？我觉得就是人的形状。人的身体的结构永远是三角形。啊，对了，你跟我讲过，对，怎么弄都是三角。没有，看到吗？你们看到？你放这样也是三角形，怎么叉腰，怎么动，都是三角形。你脚怎么弯曲？从大字形到弯曲，永远全部都是三角。Nope。每个三角形一定有一个疼痛点，我们人的身体的疼痛点一定就是从1、2、3找，比如说颈部就是代表1、2、3、
山，像是不是缠着一个三角形？那这里又变成一个大的三角形。比如说他手肘痛，这里一、二、三，先不要一的点，先二跟三，一就自然就会好。这叫人体永远是三角形的架构，在医学上书找不到的。阿庞师是一个奇人。你腰会痛，你不要腰，叉腰，一、二、三，一痛，你去二跟三就好，一就会好。头痛，一、二、三，你按二跟三就好了。你听有无？有，很怪哦。对啊，但是真的是这样啊。啊，不然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今天为什么要介绍阿庞师让大家认识？因为我的第一次公开哦，对，秘诀。因为我这一次算非常严重，你也带我去荣总那个检查过了嘛，竟然是在这里腰死了，要不然医师一直不让我开刀。对啊，连吴医师不你嘛，我介绍环境来我看。对啊，哦，你那这个店，哦，这个处理上下点就好了，你摸起来都算很好，进步很多哦，非常好。来这趟，因为孙总哦。就是古的人哦，身体架构不同，你是用辛苦一直个推，一直个推，一路好啊。因为我是靠腹压小便，对不？啊，脚伸直，对，酸哦，好酸啊，对，啊，好，弯起来，对，有没有？一、二、三，哦，哇，好痛，哦，超痛的哦，嗯，啊，动一下。啊！我骨头痛。哎呀！慢边，来。啊哈哈！看这表情。Nice。不是要用力啊，就轻轻的推开而已。对。你轻轻的就很痛啊。脚弯曲。啊！好。放松，脚伸直，我们怀念他，躺正，越轻松越好哦，慢慢带而已，把筋慢慢拉开，很酸哦，跳好，跳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看上面哦，眼球很重要哦，人体所有的神经都是在眼球，要眼睛闭起来，所有神经都丧失功能。有刚刚你尬功夫诶，有啊，啊，你有无要无功夫啊？啊，酸哦，来哦，好按，好按，好按哦，不听到哦，因为长期身体都歪歪的。我们人哈，只要身体歪掉，手都会这样子架着，上身都会架空或斜斜的，那手肘永远伸不直。手可以摆得很自然的人，腰就是代表是健康。我们有时候处理腰的时候，不要去处理腰，先把他的手先松掉。你气血比较不好的人，怎么判别你知道吗？你看颜色就知道了，五块哦，两者差异块哈。这个腰酸的，对，因为走路的时候腰不舒服的人就会耸肩，就会影响到身体肩膀的架构啊。谢谢阿庞师，回家我就应该泡个热水澡。阿庞师，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不是说希望学的人来找你？对啊，有兴趣啊，对于我这种手部法啊的观念，觉得有兴趣的年轻人，我都尽量把技术教出来。不然我这么大了，要把技术留给谁？对不对？对啊，就传承啊。对。你来动一下。挺胸啊，我能够调吗？好多了哈，好顺哎，对啊，顶个位啊嘞，敢那壁雕嘞，歪个歪个起爪，我时间搞你两个钟来切我啊，对啊，时间搞两个钟来切你。哦，非常谢谢阿庞师，今天这里你看超级痛，有够疼，但是你看手就变红了。
所以今天看到这个频道的，算你有缘分，告诉你另外一种方法，因为其实咱这嘛不是治疗，这是一种观念嘛。对，人体或者宇宙有太多奥妙，是谁都没办法解释。那谁抓到那个结，谁就可以解决。他在南宫那里师傅功夫安那来，葫芦开树你听有无？嗯，技工啊，对啊。哦，谢谢阿法老师，他楼下还有很多客人，对啊。像这种一定不能用手肘啊，只要按摩用手肘下去，那个肌肉都推坏掉了，因为手肘没有办法去触感每个肌肉的力道，对，很容易手肘就会出问题，会破坏组织的。嗯。